看什么呢？李元真，又有新大课题灵感了，差不多了。什么差不多了？嗯，下午的会该回学校了。不急啊，推迟了，4点了。实验室需要你，要多给年轻人机会嘛。我老待着容易让他们产生依赖，不过也怪我，太受学生欢迎了。总得吃饭吧。 可不是，你这手绑着你怎么吃啊？不得我喂你啊！议政科快午休了，所以呢？你也看到了，那是加拿大孩子，标错了，误导小朋友。 你怎么出来了？哎呀，庄教授，你这什么表情啊？我可是千里迢迢来给你送爱心的。小李说想来看你，我们在小区门口遇见的。哼，平时上课没看你这么积极啊。嘿嘿，这不是一方有难，八方来贺。 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庄教授，我也是一片好心嘛。看我不来医院，去小区。你，哎，小鱼，小李，你们俩一起来了。你这……啊，小鱼，那辛苦你了。哎，我也搭把手吧。搭什么？你搭把手。 小鱼，麻烦了。放心吧。哎，哦，有了事情让你搭把手。你看，这边好多植物标啊，贴的都是错的。你说这祖国的未来都花朵，它都是误导，你知道吧？脑震荡临床表现为短暂性昏迷、逆行性遗忘以及头痛、恶心和呕吐等症状。你有这些症状吗？哼，网上说的不可信。 那医生早上查房的时候怎么说？说不能麻痹大意，很多时候呢都是有潜伏期的，要多卧床，不然脑子会坏掉。这么严重啊？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来了我就好了。 看你不是脑震荡，是脑残。脑残也有脑残的好啊，这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日子，也不是每天都有。堂堂科学家，就这点追求？是在追求，但不止这点。 鸡汤进南瓜前，炖了1小时，进了南瓜碗之后又炖了半小时。你做的？还不是你教的，是不是还不错？师母的品味，那必须不错呀。老大，师母好。你们好。我放这儿吧。老大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 李主任说你发高烧，还一直昏迷，我们只能赶着急。这不一听今天能看你，我们立刻赶了过来。哎，老大，我怎么感觉你的气色好像蛮不错的呀？<笑>有师母在这照顾，老大气色应该不错。哦，是吧，老大？哎，对了，老大，你到底是怎么伤成这个样子的？怪我。 歹徒太过狡猾，是我大意了。不过这个伤，受得值。
毕竟挽回了许多野生鸟类的生命。啊，对嘛，老大果然高风亮节，高山仰止，景航行止。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刚刚不还在开表彰大会吗？你一来，表扬的话还怎么说得出口啊？这倒也是，就你那点词汇量，能想出的褒义词也配不上我呀。贬义词倒是恰如其分的。大气学长，你快管管他。行了，你天天跟我斗嘴还斗不够呀？你没那味儿，小吕跟我才是棋逢对手。李主任，都在呢。行了行了，既然好戴到了，你们就先回去吧啊！你让你们庄教授好好休息休息啊！啊，老大再见。美人姐姐，你下午不还有课吗？我送你。哦，对，我下午学校还有事。不是我跟他说的，这不是来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吗？不是我主动说的哦，真的。其实我这段时间嗓子一直不好，我都不会主动跟别人说话的，真的。走吗？不要，我还是自己去吧。美人姐姐，你嗓子怎么了？你不是要回学校吗？正好我们也要回，顺道宰下你师兄们。这点小事儿，要是再推三阻四，可就不好了哟。我们走啊！哎，老大再见，李大爷再见。不是。我没有要去这个房间了。想什么呢？我要出院。不，这怎么行？医生让你卧床休。哎，不，你去哪儿？哎，你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，我自己来。你说你这人啊，这责任意识啊，也不必太强。现在是暑假，学校有没有你啊，他都不赚。是吗？那行，没了我行，没了你不行，好吧？你这样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，我呀有责任爱护，责任意识不必过强。你这人啊这么讲究，现在又只剩一只手了，你说多不方便，我可不得照顾你。哎，要不我真搬来照顾你吧？这么助人为乐，相亲有着落了。王段子说什么相亲啊？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啊！行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哎呦，我这下午还有个会，我要不去啊就来不及了，我先走了啊。顺其自然。哎，你这晚上吃饭方不方便？要不要我来帮你啊？行，我走啊，我真走了啊。